为着让陕西幼童有一个快乐的儿童节，陕西乡公所特别伫咧清明连假期间办理布袋戏艺文表演活动，让庄脚的囡仔麦当欣赏到传统戏剧的表演，自细汉培养人文素养。为了让陕西囡仔过一个难忘的儿童节，陕西乡公所特别邀请新兴的江中戏剧团来到陕西国小表演，让当地囡仔也有机会就近参与艺文戏剧的演出。二，太快太快！一二，好，往前走。四月四号哈是儿童节，那么也刚好是清明的连假，那么我们今年哈幼儿园来举办这个掌中戏的传统艺术活动，来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家长来观赏。那么我们县西乡是属于比较偏远的乡镇，那么很比较少有机会哈可以接触这样子大型的那个文艺活动的表演。那么希望说借由这样举办，由我们幼儿园来举办这样的活动，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有更多接触的机会。欢迎我们各位小朋友还有各位家长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陕西乡长苏伟俊强调，陕西位置较偏远，教育资源嘛无都会区遐尼充足，所以特别伫儿童节这个属于国家未来主人翁的日子，来邀请剧团演出，自细汉培养陕西囡仔的人文素养。大专新闻叶宏武陕西采访报道。